我是雅鱼 Selina， 今天要教大家的呢是我眼睛上面这个深邃的秋冬妆容，想知道怎么学吗？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会先使用红棕色咖啡调大地色系涂满整个眼窝，靠近眼凹的部分轻轻的扫过去就可以了，让眼睛有一点颜色。接着呢，我会使用金色擦在整个眼睛的前半段，尽量靠近睫毛根部，这样子眼睛呢会有更闪耀的感觉。你可以多叠几层，然后增加金色的那个闪烁感。那金色上完之后呢，再用刚才的刷子把边界给晕染，那这样子呢看起来才不会有奇怪的界限，这样子眼睛就会非常的柔和，很漂亮。那接着呢，使用深咖啡色，你可以选择有一点亮粉的或是雾面的都可以。那我们斟酌在眼尾的部分，不要超过眼珠最后这个三分之一的部分，尽量涂在双眼皮褶内，进行轻轻的晕染。深咖啡色一定要慢慢的叠哦，不然你一坨上去颜色太多，会让整个眼妆都糊掉。那除了在上眼皮以外呢，我们在下眼皮的最后三分之一加一点点刚才这个深咖啡色，会让眼睛看起来更大。接着呢，用咖啡色画内眼线，因为我们这个眼妆呢斟酌在眼影的部分，所以眼线呢就不需要特别的拉长。接着呢，把睫毛夹翘，接着我会选择刷上咖啡色的睫毛膏，这样子会有自然的感觉，不会太浓烈。下睫毛也要擦到哦，稍微带过，轻轻的。